你们俩先去，谁想先去？我想先去。去吧。那我第二个。我最后一个吧，你们先吧，好吧。老王今儿有点荡，很荡啊！这情绪真的很容易受影响。 元宵有了，有，哦，我们对了，瓶子，拿完了吗，兄弟？拿了。你看小熊今天多着急拿信啊，他藏起来了。开心。哎呦，有吧。 真好，真开心，我都替他开心。他俩都开心。赶紧去拿了。好。李明伦今天不是全票网漏，没墨镜是不行。<笑>另外两个怎么没有出来？他们俩私人空间呢？他俩二人世界了。谁呀？ 小胡和小孙，他听见了。他不会是写给小胡了吧？他不会吧？待会干农活的时候，我在旁边翘着二郎腿看。<笑>两个吧，两个。 他不会还真有第三封吧？他拿了几封啊？1封吧。2封好像。You don't have to believe yourself because we just。小胡写给了李明伦，嗯。哇。这段话挺戳的。 其实我不是一个很，怎么说呢，很自信的人。就每个人在他追求自己热爱的事物的时候，就是会闪闪发光。来了来了，京剧，你在发光。这感觉已经不再不能停。不准说这三个字。 他也笑了一下。 只拿了一封，老王没给他写，没有，他拿了2封。这个我们也对了。嗯。好，下一个。 下一个下去吧，我待会儿跟你一起上去。嗯，好呀。好震撼，还有信吗？他竟然说一句还有信吗？搞不好老王是没有的。嗨，默默，怎么了？你看完了吗，默默？我没有看，就立马看吗？不是要到房间偷偷看吗？ 不是，你就是你，赶紧看完的话。我们小屋有一个规矩，就是新人第一天来的时候要把信读出来。对。对。<笑>好坏。哎，我看起来有这么傻吗？真的呀，是这个规矩。啊，怎么被你们看到了？没有啊，有，哎，有一份。OK 了。嗯，我们一起去房间吗？嗯。你怎么那么开心啊？摘眼镜睡觉。 拜拜，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
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。哎，这唱歌挺好听的。小熊收到了默默的信。很高兴认识你，希望你在这段旅程可以开始你的探索，到更多未知的自己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梁叶。我爱看星空。我也很爱看星空。那你是不是也很能吃辣？超级。我也超级能吃。哇，可以。你在前面，我在后面跟着你。没有，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很难忘的事情。我也觉得。OK， 爱情的酸臭味。OK。没有爱情的酸臭。OK。啊！画了个熊。因为他是熊子犬。初来乍到，请多关照。因为他是熊子犬。有点丑。OK。好可爱哦。对，你们俩都喜欢。老王这么暴躁干什么？是踱步。哦，还拍照哎！都是喜欢肥肠和旅行的人呐。听子写给他的。哇，双向了，嗯，哎，今天都双向了，这真的好漂亮啊，是吧？超美，超美。如果让你给今天打分，你打几分？90吧。那你呢？我呀，我觉得100分吧。江老师，我们两个今天搬回一城，嗯，对吧？没有那么丢人了。完了，是拿信。完了，我们俩在这聊了好久。哦，那我先去还是你先去？那我要上楼吗？我要上楼，那我上楼吧。我上楼，我上楼。吓死了！我一会儿拿完信我再跟你讲吧。啊？拿完信我再跟你讲。哦。拿完信还要聊？完了，尴尬了，我天哪！好乖啊！如果没给他写的话，就是无信三人组就剩他一个人了。他就更 emo 了。第二天，我告诉你，他更 emo 了。妈呀，那下次谁跟他分到一组？他叫吴信男。吴信男。这，吴信男 ，OK。我要上去拿手机吗？我上去拿一下手机。快去拿吧。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怎么啦？不是啊，我。我在下面聊着聊着天，然后忘时间了。对，小虎有心。什么表情？还是 sleep well， 给他画了一个龙吗？对，然后祝他好好睡觉。为什么要给我写这首歌？你不是说你们睡不着吗？你睡得不好 ，sleep well， 我觉得挺好的。我很喜欢他们的歌词，就既睡不着的时候又害怕。嗯？哦，他是画。如果你有觉得比较聊得来的人，可以就是跟他们就多聊一聊呀。这不正在聊呢？这不正在聊呢？你看，现在你不也是？那我们正在聊。我只在乎我在乎的人和在乎我的人。其他所有人我都不在乎。那应该是不会有人写给他。你说小孙？嗯。肯定没人写。不是，这什么也没有啊。
会儿拿完信我再跟你讲。啊？拿完信我再跟你讲。喜闻乐见，第二天，醒了知道你收到了，不要在我面前晃悠了啊！他后来发现世界都变了，只剩他了。啊，不是我说到这个，其实是非常正常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出于礼貌性的。好了，是我连礼貌也没有，是我连礼貌也没有。你那么说话，你上哪礼貌去？所以小胡是收了两封信。你写给小胡了吗？啊？你写给小胡？他还在关心小胡？嗯。啥？那，哎，不是，老王收了一封信，小胡一封信没了就。小胡一封信吗？一封吗？李明伦没有写给他吗？看，啊，李明伦给他了。你吃了吗？我要吃掌中宝。您不说话，奴婢怎敢动筷？我预感这会是我来这儿的第一顿吃得很愉快的很饱的饭。双向奔赴。他这个信他笑了。还有熊。好像一个人。Hello， 啊，新的女生。Hello， 运动哥。啊，哦，这个入场。哇，感觉他性格很好。哇，腹肌。就很健康的那种女生。嗯。嗯，这是要选一个吗？我选这个，迷你巴士穿梭小巷，你保护世界，我保护你。我觉得我可以保护男生。我可以保护男生，看来是练家子。不是。Hello，Hello，Hi，Hello，Hello。手在手。啊，你是你家人？啊，我不是。啊，你是。这女孩喜欢笑。我叫梁叶，日字旁有华泽烟，就叫我默默就行。默默。啊。我叫小熊。小熊。对，啊，小熊。啊，这女孩还蛮可爱的。大大方方。默默很幸运，第一个见到的是她。最好的。最温暖的。她如果是。见到是小孙，那就芭比肉了。尤其是今天的小孙，而且见到的是小孙，今天的小孙太惨了。命运还是有安排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干嘛？可以往下走。感觉他们俩性格挺互补。嗯。你在哪来的？我就没见到你。我从那边下来。上面。对。对。所以你多大年纪啊？你猜。25、26。我不是，我96。你嘞？你猜多大？比我小是没有小很多，97。97哦。对吗？差不多，你可以这样认为。那就95。怎么？你怎么又变了？你怎么又小了两岁？因为我没猜对嘛。哦。是吗？你之后再了解吧。好。我觉得你比我高，我这上面会比较高一点。你这女孩性格挺好的，一上来就不尴尬。所以你今天知道有新的人加入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OK。惊喜。哦。是惊喜还是惊吓？惊喜。小熊也蛮帅的。我也觉得小熊好帅，真的。对，我现在觉得小熊是最帅的了。我真的好容易变呀。你是哪里人？你猜，南方北方。
我觉得你挺难的。你难的，挺难。就是男方挺难。OK。是吗？啊，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表述，你挺难的。你挺北的。我是江西。哦。你呢？我香港。哦。香港。所以他香港出生又在国外长大，他有的时候讲话会慢半拍，他可能在脑子里在翻译，在翻译成粤语。吃到的，这个吗？这个是的，这个是的。没有。行吧。我坐哪？我坐在后面吧。好呀。谢谢。你第一次来重庆吗？不是，我之前出差来过一次。不知道我们的活动里面有没有吃火锅这一项？那你是不是也很能吃辣？超级。我也超级能吃。哎呦，真的吗？我是香港第一名吃辣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香港第一名？比过赛吗？就是调查过，我问过我妈，问过我爸，问过我妹，我是第一名。家里的第一名。嗨，嗨。但我觉得你吃辣肯定没我吃辣。我可以，我真的蛮能吃的。我超级。我们晚上可以比一下。好呀。你平时有什么运动爱好吗？我日常的话是健身了。嗯。对，举铁了，所以。可以。出来。可以。然后放假的时候可能去潜水啊，长时间、长距离的徒步。对。我也喜欢，就是我也会喜欢徒步。啊。是吧？对。前段时间就去沙漠徒步了，好酷、哦！晚上那边很多星星，超好看，我超爱看星空的。我也很爱看星空，是吧？对，共同兴趣爱好。OK， 我们下吧。对，下车。开始。哇、好漂亮哦！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比较喜欢古着。你觉得什么地方很吸引你吗？就是这种老式的东西让我觉得很着迷。啊，喜不喜欢它？什么的吗？哦，喜欢啊。还是就是直接戴的，你戴个看看。啊？为什么是我戴？我让你戴。看到吗？戴帽子不好看。对，太大了这个。对，太大了。太大了。你适合戴这种，你戴一下，戴不进去。哦，稍微比它太高了。哎，我看到一件比较不错的，是吗？很有 feel。哎，对，你试一下。你能穿件这？你能穿上这个吗？你可以试一个这个，试。对，说明我们试一下。他俩真完全不像刚认识一个小时的，他俩太熟了，我觉得太熟，我感觉比刚刚那认识好几天的都强。对，上一个像两个人分过手，大街上突然碰着了，有点小，很好看，是吗？对，我看一下你的正面，你拉下来，就这样酷一点，很好看啊，我这个太温柔了，这个说话哦，真的很好看，这颜色很配，很搭。啊，这衣服好喜欢啊！可惜它暂不出售。你要不要先？你要试一下这个？好的，谢谢。这是女 size 吧？好短。好小，确实是。没事，将就一下。这应该是。将就一下。这肯定是女 size。这肯定是哎，你穿这个。不好意思，我低估了你的 size。没事。这也好看，是吗？对，我给你拍个照。啊，好呀。哇，他真的好，他也好会啊。你说男的会还是女的会？男的。男生嘛。就这吧。好。对。一二三。好好看哦，女生。哇！再一张，还会合照啊？他俩在一起了吧？已经。
你是不是找的都是假情侣过来给演我们？感觉我们终于从上一段缓过来一点是吧？看来他们缓过来了一点吧。刚刚看上一段心脏刚刚差点骤停。还是看甜甜的开心。嗯。我们去再逛一下吧。好呀好呀。啊，走。你还会去那个我们住的地方吧？我没去，我没去。所以其他女嘉宾是怎样性格呀？我觉得你们的兴趣爱好都蛮像的，你们应该蛮多话可以说的。哦、嗯。你期待吗？见到？超期待的。你会喜欢的。他既然关心女嘉宾，他不是关心男嘉宾，他不是去谈恋爱的吗？但眼前这个已经很好了。是哦，也是说对，因为如果要我，我可能就会问说，哎，其他男生长怎么样？